有两个最近呢，在明天就会公布大奖得主的，有一个 PK 赛这样子，看看你会给他们，就是当做你是一个客串的评审这样子，你会给他们多少分这样子的？满分是100分哦。就两个你要选一个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在投通这个，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进行投票。第一号的参赛者呢，他就说自己是你的粉丝，但是跑去唱陈奕迅的歌曲的，然后他身高应该是有183吧。体重应该是50多，所以有点怪，我觉得好，一起听听他的歌声，一小段好了。卡当卡当呀咿，慢下就个呀咿，马占 concert， 把住呀 bling bling， 门呀 master de， 我让 ambit。未走音嘅，后边啦，啊，咁耐咩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就是183公分的，他的名字叫阿英。对，阿英。接下来呢，有一个、阿兰哦，他不是唱《赤壁》主题曲那个阿兰，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新的了。如果明天他能够打赢这个阿英的话，他就是冠军得主了的。好，先刚才听了那首《浮夸》马来版的哈、哦，你就要看看分数了，100分是满分了、哦。另外这首呢，他就走那个，他就说呢，他要跟那个王若琳 PK 的。OK， 你看对。孤本的吉他杨一度鲁苏达鲁巴好了好了，听到一点点就够了。刚才已经没有音乐的底下，我看你应该听到阿兰的声音了。对，要给评语一下，你知道阿英的那个唱法，阿兰的这个唱法怎么样？他是玩另类的，所以他改歌词这样子哈、怎么样？我觉得都很好，对，很好吗？都有个人的特色。哦，个人的特色。哎，你不要因为哦害怕得罪一些听众就保守的在讲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比赛呢就是。狠一直说狠的话的，因为这个是监狱歌赛比赛的期许，其实他们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现在。对啊，可以放心讲，阿英，你觉得他的声音怎么样？就第一首的那个阿英 是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哈、哦。可是走音哎、哦，每人都再调一下。啊，就是说靠电脑哈、哦，靠电脑调吗？哎、哦、呦，很丑这样子。那阿兰呢？阿兰呢？就是第二位，就这个媲美王若琳那个也很好，就是那个低音非常。哎，还在唱，原来他真的、啊，我怎么那么吵啊？低音也很好哈、哦。OK， 可以真的是跟那个王若琳打过吗？有胜算吗？有。那跟你来比呢？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都好，都好，都好。嗯，不好玩的。你说很保守啊。好了，其实实不相瞒，要不要讲答案？然后要啊，因为他也是要参与嘛。对，那两个人就是我跟他，他是阿英，我是阿兰。哎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不知道。好，是星星。那其实呢，我们这两个，我们一直在进行这样的环节，一直在改革。那其实我们刚才说了，很想改你那首收藏，可是就没办法唱。我们敢挑战陈奕迅，可是不敢挑战你的。对，是因为我们觉得你要来嘛，我们知道，所以让你自己来唱。两句就够了，对，哇，就我们已经改了那个歌词给你，是马来英文版的收藏。好，我们先、我们示范一次，还需不需要示范？还是你马上来聊？收藏的话，你示范，我们示范。Ku imagine tepi jalan itu ada sepasang mata， 这样子 ，OK，OK， 好，可以来喽，可以来喽。你需要音乐吗？Ku imagine tepi jalan tu lain itu ada sepasang mata.
其实还可以，要不要来一段有音乐？对对，来一段有音乐。我也是为你准备了音乐了，但是那个音乐我不好放下你。对，剪好了那个音乐，我还没有放进去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拿我的机子了。好 ，OK， 准备咯，因为他的音乐一来就唱了的。好，来。哦，他直接不进啊，没关系了，我来办啦。嗯。就是那个开始的音乐嘛，啊，我就哎，鬼节哈，开始是有这种 effect 的，朦朦胧胧的，我就两次啊，你就开始，好好不好？你准备你然后就按啦、啊、那个音乐。哦，对哈、哦，我我就按了哈、哦，好。故意马迹的比扎难一度，这个这边好像不一样。一样。一样啊，这个就是你本来那个 demo 来的，没有啦，啊，来，这 Could imagine 这样子的，然后 Tapi jalan itu ada sepasang mata， 啊，很简单，唱唱总结那句就好了。我们好像在教小朋友吃药啊，昂哥哥。好啦好啦，就这样子的 okay, 啊，你要学哈，因为拜六的时候。主持你的那个户外哈、哦嗯，那个 DJ 也是不是省油的灯来的、哦啊，我们的 DJ 没有大宝啊，那个独辣那个啊，刚刚抢好了，抢好人家男朋友那个嘞。对，我们基本上呢，我们都没有让他知道我们自己在叫狐狸精。对，那是狐狸精一名、啊。真的真的。那八月十六号呢，萧敬腾就会在绿野哈、哦、仙踪户外的水舞剧场哦举行收藏户外大型签唱会的当天呢、哦，你记得要去捧场哦。然后希望那天呢，敬腾就可以唱两句给大家听听，回去练习练习了。当然明天呢、哦、晚上哦就七点钟的时候啊，在紫莱阳 Mall 也是有啊收藏签唱会嘛，希望大家会去捧场的。好，节目的尾声了，有没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说说的，或者呼吁大家去支持你的？要多过八个字哦，就是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会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十六个字，大不了，错过了，好，好了，就祝福你哈、哦，然后可以跟马来西亚听众朋友呢玩得很开心哦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拜拜，谢谢平台，拜拜。我们把超强纪录到。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，988热播广播剧集《缘分无间道》嚟到结局周，即将真相大白。988广播剧团为你用心制作嘅《缘分无间道》，系咪越听？